你好，这里是 Chinese for Us Level 2二级汉语，我是丽丽老师。Please read along with the video when you see blue characters, and you can have full access to all of our lessons with the Chinese for Us Premium Membership. 口语练习，我们一共有两个练习，对话和短文。现在我们开始练习二，短文。第一遍，听录音并答问。公司里买来了一台冰箱。问题一，为什么我以前觉得公司不应该买冰箱？二，为什么点什么菜是个问题？三，大家现在还叫外卖吗？公司里买来了一台冰箱。上个星期，公司里买来了一台冰箱。我以前不明白，公司是工作的地方，买冰箱干什么呢？没想到，有了冰箱以后，公司里马上发生了不少变化。以前，同事们每天中午吃饭都叫外卖，或者到外面的饭馆里去吃。这样吃午饭又贵又不健康，花的时间也长。而且，大家一起点菜，小张想吃羊肉，小高想吃牛肉，小钟呢，只想吃鸡肉。点什么菜也是个问题。有了冰箱的第二天，小张从家里带午饭了，是他妻子做的羊肉饭。早上到办公室以后，小张把带来的饭放进冰箱，到了中午，热一下就能吃了。大家看见小张吃得舒服，都开始从家里带午饭了。我现在明白了，冰箱的出现真的使同事们的生活更方便了。问题一，为什么我以前觉得公司不应该买冰箱？我以前不明白，公司是工作的地方，买冰箱干什么呢？二，为什么点什么菜是个问题？而且，大家一起点菜，小张想吃羊肉，小高想吃牛肉，小钟呢，只想吃鸡肉。点什么菜也是个问题。三，大家现在还叫外卖吗？大家看见小张吃得舒服，都开始从家里带午饭了。所以，现在大家不叫外卖了。第二遍，听录音并跟读。公司里买来了一台冰箱。上个星期，公司里买来了一台冰箱。我以前不明白，公司是工作的地方，买冰箱干什么呢？没想到，有了冰箱以后，公司里马上发生了不少变化。以前，同事们每天中午吃饭都叫外卖，或者到外面的饭馆里去吃。
这样吃午饭又贵又不健康，花的时间也长。而且大家一起点菜，小张想吃羊肉，小高想吃牛肉，小钟呢只想吃鸡肉，点什么菜也是个问题。有了冰箱的第二天，小张从家里带午饭了，是他妻子做的羊肉饭。早上到办公室以后，小张把带来的饭放进冰箱，到了中午，热一下就能吃了。大家看见小张吃得舒服，都开始从家里带午饭了。我现在明白了，冰箱的出现真的使同事们的生活更方便了。第三遍，听录音并跟读。公司里买来了一台冰箱。上个星期，公司里买来了一台冰箱。我以前不明白，公司是工作的地方，买冰箱干什么呢？没想到有了冰箱以后，公司里马上发生了不少变化。以前同事们每天中午吃饭都叫外卖，或者到外面的饭馆里去吃。这样吃午饭又贵又不健康，花的时间也长。而且大家一起点菜，小张想吃羊肉，小高想吃牛肉，小钟呢只想吃鸡肉，点什么菜也是个问题。有了冰箱的第二天，小张从家里带午饭了，是他妻子做的羊肉饭。早上到办公室以后，小张把带来的饭放进冰箱，到了中午，热一下就能吃了。大家看见小张吃得舒服，都开始从家里带午饭了。我现在明白了，冰箱的出现真的使同事们的生活更方便了。第四遍，听录音。
公司里买来了一台冰箱。上个星期，公司里买来了一台冰箱。我以前不明白，公司是工作的地方，买冰箱干什么呢？没想到，有了冰箱以后，公司里马上发生了不少变化。以前，同事们每天中午吃饭都叫外卖，或者到外面的饭馆里去吃。这样吃午饭又贵又不健康，花的时间也长。而且大家一起点菜，小张想吃羊肉，小高想吃牛肉，小钟呢只想吃鸡肉，点什么菜也是个问题。有了冰箱的第二天，小张从家里带午饭了，是他妻子做的羊肉饭。早上到办公室以后，小张把带来的饭放进冰箱，到了中午，热一下就能吃了。大家看见小张吃得舒服，都开始从家里带午饭了。我现在明白了，冰箱的出现真的使同事们的生活更方便了。Good job! 你说得非常好。Please finish the practice task for this lesson. Keep reading the material in this video one time per day to improve fluency. And whenever you're ready, move on to the next lesson. Also, don't forget to sign up on our website to get more learning materials. And please like, subscribe, comment, and share. Thanks a lot, and I'll see you next time. 谢谢，再见。